请聆听这好久不见的天籁美声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隽永回味人间美声，余音绕梁不绝于耳，让您赞叹赞美的独一无二，马上登场。舞台音乐剧吧，那么是以我们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巨星，以他的名字来做这个音乐剧的名称，叫做《爱上邓丽君》。我们在甄选他能够酷似邓丽君小姐歌声的呢，在全中国大陆终于选到了一位。那么这一次啊，他们团体有很多位，那么特别邀请到这位主唱来我们节目里面为各位表演，邓丽君小姐的歌声，那是王静小姐，我们欢迎她。王静小姐，整个大陆邓丽君歌唱比赛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对。对，然后您得到了是第几名啊？第一名。啊！真的，犀利。不只是像，然后唱歌的那个台风啊，我也很像。然后那个感觉，我刚才说静静的，我起先是在看这个人唱歌，后来我就眼睛就闭下来。然后闭起来，变享受，仿佛就是邓丽君小姐，已经就在我们现场，对，唱着。谢谢飞哥夸奖，谢谢。您这个
把邓丽君小姐的歌呢，那个唱成这样的神似的话，这个是对人类来说呢，是功德无量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大家多么想念邓丽君小姐的歌声啊！这次这个有一个活动，啊，这个叫做《爱上邓丽君》。哇哦，好棒！我们王静小姐呢，就是在这个，这是舞台剧吗？对，音乐剧。音乐剧啊，是，所以说您呢在这个戏里面就是担任邓丽君小姐啊，哎，这是不容易啊啊，这万中选一的，当然在排这个剧啊，或者你在练唱他的歌手，有没有什么那个梦境里面出现过什么样的状况？对，我的梦里梦到过，对，梦到过那个邓小姐就在舞台上站着，双手就这样拿着麦克在唱歌。哦，有没跟您说话的？没有，可惜啊，好像啊，刚光听这两首歌还不够呢，受不了，我还想听，还想再继续听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他来，还有几位团员，还有一位呢，他是我念高中时候的同学。同学，这一位呢，刚好不是别人，就是邓丽君的哥哥。现场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在那边，我们掌声给他鼓励鼓励！哎呀，哇，好帅哦！对，哇，很像哎！啊，所以这邓哥他这次亲自督政啊！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可见他多么还是非常爱他的妹妹。没错，啊，这个表演在我们台湾大概有几场？台湾有？台湾有七场。哦，在哪里演出？哦，国父纪念馆。要去看，要9月8号到12号，12号也没有几没有几天呢。对，所以观众朋友，你们要逮住这个机会，我跟你说，一定要去看。真的，你从电视上看，听他的声音就这样，已经有麻吉到不行了，震撼力。我刚刚听他唱歌，我都起鸡母疙瘩了。那这么说，我们应该啊，要多来几遍，想听，想听，还想听。好的，再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啊？那我再唱一首《但愿人长久》。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哦，经典歌曲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
可见当时到那个时候表演的时候，不只是有邓丽君的歌声之外，因为其他的，因为音乐剧，其他的每个人都有表演的啊。对对。然后用音乐融合在这里面，这故事一定非常的好。啊，王静小姐，好吧，掌声给她鼓励一下，谢谢。